总共有三个米白，三个颜色，三个颜色型的。第一个是这个米白色，然后米白色我觉得它的那个撞色黑色车线非常好看，就是整个很有个性。然后再来是奶茶性。奶茶可可色，对，这个颜，等一下，这个颜色我觉得也超适合秋冬。就如果你这现在新出颜色都很适合，对，但是奶茶我觉得尤其，就是我觉得它冬天穿非常好看。你刚刚的那个米白，它就是四季，对，四季。然后再来是一个比较偏军绿吗？算军绿吗？可是它比较，它是一点有点莫兰迪绿的感觉，它是雾雾的绿感，它不是那么抹茶拿铁的，对的绿。这一款它的后跟高是5公分，然后它前面其实也有做一点厚底，就是它这个前面底台大概有1到1.5，然后后面是高的5，所以它其实综合起来不会让你觉得很颠了。然后这一样，这一款也有很厚的沙发后跟，超厚，这样整圈。它单穿跟袜子穿都可以耶，今天的前三款新品都是可以搭配袜子或是单穿都会很好看的新品的。它的那个鞋面呢，它其实是做有点方圆系列的，所以它的方圆的部分啊，我觉得算是宽脚板友善的系列。